program 啊 ，database program 啊，去做 所謂嘅 database。 等咗喺網上面嘅意思係咩咧？我哋嗰陣時喺度做 project 嘅時候，我好記得入到呢個嘅樓裏面嘅時候，四層樓，每個樓。
巨大隻嘅龍企尺嘅，企喺門口去查你嗰啲 ID 資料俾啲人。入到去嘅時候，我哋喺度做嘢嘅時候，旁邊嗰部 computer 嘅時候，就係我哋叫 EFT computer， 咩叫 EFT computer 咧 ？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computer， 就係所有嘅你嗰啲匯錢啊，嗰個 computer 一日當時嘅時候係轉$10 billion，十幾年前我睇到我 model。哇！我 model 啊，要 project 喺呢個事實裏面咧就發達，真係啊！就喺個 model 喺度。但係當時嘅時候，發覺將呢個 connection 點樣可以連埋喺一齊？做完呢個系統嘅時候，好好開心啊！誒、發覺呢個係啊，一齊嗰陣時 Netscape 啊，有嘢出嚟。嗰陣時全部嘅 Microsoft 嘅 ID 所全部未有出啊！喺開始做 online banking 嘅時候，向前邊行。有一日，我識咗一個大陸嘅朋友，佢哋喺度有一日打電話俾我，係嘛？佢話 John 啊，我喺度有個 project， OK， 喺北京打電話嚟俾我，係嘛？我呢個 project 想唔想翻嚟睇下？我咩 project 啊？係嘛？佢話你要你翻嚟睇下咁樣，係嘛？嚇同你有啲工作有關係。咁我話啱啱我做完 project 冇嘢做，佢咁樣我同佢開玩笑咁啦，你買張機票俾我啊，係嘛？我即刻我係24去北京。真係第二日將飛機票到手，將飛機票送到我屋企。我好啊，反正話冇嘢做，我咪攞張飛機票，咁咪去睇下咯。攞住張飛機票，我由加勒斯一路坐飛機翻去北京。翻到北京嘅時候，今日當時翻到北京嘅時候係1996年，啱啱係喺回歸之前。喺1996年嘅時候嘅北京同而家係好。嗰時而家都算話，即係同埋即係都有好多香港唔同嘅地方。嗰時嘅北京更加落後，但係喺當時嘅北京裏面嘅時候，我見到有一份親切嘅感覺，係嘛？即係我唔知呢一句話喺度可能會大家個反應可能會唔同，但係因為我喺當時喺美國住咗好多年，中國人唔多，能夠見到中國人喺度已經好開心嘅樣啊，所以見到翻到北京嘅時候咁多中國人。即係唔止話塞車塞人塞單車喎，咁鬼多人喺呢度。當時翻到去嘅時候，同學同我講，佢話：而家大家喺度講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啊，呢個咁嘅事實，啊，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就係而家今日成個中國互聯網嘅前身。佢話我哋喺呢度嘅時候，我哋需要有啲 expert 過嚟幫我哋手。因為我哋唔知道點樣去 build 呢樣嘢，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手？我話一睇，我用喺落後呢一度，啊！啲人點搞啊？啊！啲人從渠地吐痰，啊！污糟邋遢，啊！但係我話講咁先啦，咁啲人話我想一想，啊！我想一想，但係夜晚嘅時候請咗嗰日，其實佢請咗我去。即係代表一個美國嘅 internet 嘅 expert， 用美國嘅 internet 嘅 expert 嘅角色去同中國所有當時嘅電信部嘅局長，佢哋叫講課，即係講呢個 speech， 話俾佢哋知中國嘅未來其實係同一樣新嘅媒體，一個新嘅 network 叫 internet 係好有關係。當時嘅時候，50多位中國嘅局長。主管全中國所有嘅通訊系統嘅時候，坐喺度聽我喺度講個 speech， 我用普通話。後來佢同我講，佢話 John， 其實佢喺下面50多位局長都唔知道你喺度講咩，因為你普通話太爛啦。我自己以為我講得清楚，原來唔係。但係喺食飯嘅時候，有一位女嘅局長。在大陸有很多的即是類似非常之拋望的那個是我記得是黑龍江的電信局的局長所以我真的跟我說問了我一條問題我沒辦法回答很簡單的一條問題問題是什麼他說我們黑龍江現在要發展你可不可以給個方向我當時坐在那裡惡了一天當時我問了一句我真的停了為什麼會停了就是說我跟我自己說這條問題
即係聽成起嚟好似好簡單，但係背負嗰個責任非常非常之重。當時我唔知道黑龍江有幾多人，但係我都要我自己講，我只不過喺 Texas 一個做 programming 嘅 programmer， 或者好聽啲叫推廣同收人做電腦顧問嘅一個人。你今日你過嚟同我講，同我問我呢個問題，話黑龍江以後嘅發展係點樣發展，要問問我嚟揾個 direction。我答唔到呢條問題。我當時嘅時候，我唔記得我點樣回答，即係好簡單，即係作為。但係呢條問題一直係喺我個腦裏邊喺度轉，我冇辦法回答呢條問題。嗰個村之後翻去 Texas， 過幾禮拜之後，我朋友再打電話俾我，佢名叫田素玲。呢、这個名可能你大家唔係好熟，但係中國 C 即係香港上市公司 CNC， 你哋可能未聽過。啊 ，China Network 田素玲就係 CNC 嘅創辦人。當時田素玲打電話俾我，佢將啲興趣翻嚟。我五秒鐘話俾佢知，我翻嚟。我當時決定咗，我要向我前面再走另外一條。決定咗嘅時候，五秒鐘決定咗之後，決定咗我人生另外一個 step， 我放棄咗我喺 Texas 嗰間大學。嗰陣時即係俾我做目標，做目標嗰陣時候就計我自己已經買咗間公司，十八歲買咗間，後面仲有個好大，即係兩千幾尺，後面仲有個游泳池。啊，係啊，我當時28歲，係啊，我放棄咗佢。仲將我養咗嗰兩隻狗仲送咗俾人，送咗俾人嘅時候，我攞住個包包飛上飛機翻去大陸，啊，翻去大陸翻去嗰陣時非常之陌生嘅環境，完全一句即係普通話都唔識嘅時候，我揀咗我人生嘅另外一條路向前行，為咗一個目標，為咗一個理想，我話我要將 Internet 帶翻翻去大陸。呢個係1996年嘅事，喺嗰個時候喺嗰間公司叫亞信科技，做咗5年。喺中間嘅時候有幾個特別啲好嘅故事想大家 share 嘅。第一，我自己係廣東人，廣東肇慶，有冇廣東肇慶嘅同學啊？我係肇慶嘅同學，肇慶嘅同學係我自己親自親手將 Internet。帶入去廣東肇慶，入咗去肇慶嘅時候裝 Internet 可以喺上面發 email 俾廣東肇慶，然之後我翻嚟同我爸爸講，我話阿爹哋行到啦嚇，我將 Internet 帶到翻去肇慶，我老豆都唔知我講乜嘢，唔知講嘅，我爹哋話你整入去一日佢可以發 email， 我話係咩 email 唔知道。1997年回歸之前。中國電信要將香港同埋大陸嘅網路連埋一齊，我非常之有榮幸有一個機會，係我自己親自將我條光纖、將條 file 拉個路條連入嚟香港，將呢個 connection 當時嘅 AT&T 嘅 network 兩個 network 全部連埋曬一齊。由嗰陣時開始嘅時候，第一封 email 可以直接由大陸寄到嚟香港，香港。如果條 file 寄翻翻去，寄翻翻去大陸裏邊，我自己覺得呢件事非常非常之，對我嚟講非常之有意義。啊，向前行嘅時候，我哋幾個同學一齊喺度做，做到2000年嘅時候，我將公司喺美國 Nasdaq 大上市。2000年喺美國嘅時候，創咗當年喺美國 Nasdaq。上市喺亞洲最成功嘅一個IPO 啊！喺2000年，你有機會可以上睇下，有一個 symbol 仲喺度嘅 Nasdaq 叫 ASIA symbol， 就係我哋當時做嘅一間公司啊，美國 Nasdaq。慢慢嗰陣時，但係做完之後，發覺有啲即係 burn out 嘅英文，做咗5年，好辛苦啊！個禮拜日日開成12個鐘頭員工啊，做咗即
呢七日冇休息啊！跟住點樣時候再行下下就發覺唔掂啦。咁我決定又翻去讀書，翻去讀 UCLA。我翻去 UCLA 讀我嘅 master， 讀咗個 EMBA。然之後第三年嘅時候再決定翻去大陸，繼續做我嘅 startup 嘅 business 向前走。我就係喺零三年到而家嘅時候，就做咗好多嘅同 startup 有關係嘅 technology。你可能有聽過很多跟呢個有地緣有關係的 LBS 的 technology， 有冇？大家有冇聽 LBS 噶？位置服務，即係你攞住個手機咧，你一撳嘅時候，知道自己喺邊度做地圖，係嘛？亦都係喺度做其他嘅時候喺度做大家有冇上網買Groupon？ 有冇買過 Groupon 啊？你啊，我團購有冇買過？一齊做嘅時候就喺Groupon裏面做全球最大嘅團購公司。你有興趣即係唔係話做廣告，即係喺香港都有嘅特點。裏面嘅時候可以講話走咗好長嘅路，但喺呢度得唔得就其實即係講唔到。OK， 同大家我想分享嘅有幾樣嘢啊，就係我喺呢個路程裏面走咗30年，我走咗到而家嘅時候走咗30年。我睇到有一啲咁嘅共性喺裏面啊，即係話我身邊曾經有過好多見到好多成功嘅人啊，做過好多嘢嘅人啊，喺呢度嘅時候，佢有啲咁嘅共性，我想同你 share 一下嚟分享。夾起嚟講係幾個字 ，OK？ 希望可以記得到，有三句嘢你記住，四肢發達。下一句是什麼？下一句是頭腦清醒。 OK， 還有最後第三句，五官靈敏，四肢發達。 OK， 頭腦清醒，五官靈敏，這個是我在 business 上面見到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有具備的。他們除了他們自己的專業的 professional 的 experience 是很強之外，他們是有一些共性。什麼叫四肢發達呢？總括來說，第一樣，你身體一定要好， OK？ 身體一定要好。我未見過一個即是 manager 又好， VP 又好， CEO 又好，即是身體特別弱的，我未見過。可能會有，但是呢這件事你身體你一定要在這裡長期有一個很好的習慣。由我以前開始的時候走過25個圈，你們有走過嗎？我也都有走過。這個來講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之有，對我即是對我一生來講是很重要。身體你們一定要好， OK？ 你身體不好的時候你可能會有問題。好，你趁現在你做學生的時候多些鍛鍊，多些做 exercise。 四肢發達裡面的時候其實有裡面，我先跟你說四肢裏面的時候有手，手裏面的時候對你成功有什麼必要的因素。手我想跟你說的時候是說，我們相對說成功的人有一隻手是個支筆。我見過很多很成功的人的時候，他們不能夠寫，這個是很重要。寫嘢裏面嘅時候，你可能而家話中文作文 composition 話成嘅阿 Sir 我講寫200字，勾頭都200個字都寫唔到出嚟，啊！但我可以同你講，你有一日出咗去之後，你個支筆係好重要嘅。點解？你要寫 email， 你要寫 report， 你要寫 PowerPoint， 打上去，你要上去講嘢，啊！